为你。哎呀，还想跑啊？好不容易蹲点蹲到了。哎呀，怎么来个人呢？哎呀，被他发现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人呢？哎呀，我包包掉了，能不能帮我检查包包啊？你傻子啊？哎呀，说不那么难听，就是眼睛看不见，不要说傻子那么难听。你包包啊，掉了，我包包啊，我帮你检脚印啊。啊，哇，发财了。哎呀，帮你捡好了啊！啊，拿给我呗。哎，这个是你的包吗？哦，是。哎呀，哦，是我包吗？那没事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不用谢。哎呦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那个什么人呢？为什么我们小丽好像是昏迷了？他拉我们小丽出去，还把我包包里面的钱全都拿走了。我的钱10000多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打电话叫外面保安拦截住。喂，哎，保安啊，赶紧的，是外面拦截住，我们村尽快人了，应该把我们小丽，不知道她怎么晕倒了，一个男人把她拉出去了，还好啊，我装成沙子啊，逃过了一劫。他把我里面包包里面的钱10000多就全部拿走了，一个男人，对，穿一点那个衣服是有点红色，有点长色，反正说不清楚，反正陌生人，你看见小丽你就拦着就对了，好好好，哎呦，这么大的事，报警吧。喂，110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久没来？来了来了，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2个小时了。哎呀，刚来呀。说啊，被一个沙子碰到了，那他会不会是装沙的？不可能啊，他那的包包掉了，我捡起来里面有10000多块钱啊。哎呀，这一次啊，人财两得啊。是啊，虽然这个女人是老了一点，瘦了一点，但是啊，起码能值200万。但是这样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害怕那个万一那个女的装沙，我们就难出村了。反正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实行 B 计划。现在伪装一下，到时候把她乔装打扮成我们的老妈，因为她刚刚啊只看到你一个人，没有看到我。到时候我们就说送老妈去医院，她生病了。对对对，你赶紧扶好她，我弄她上车。快点快点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，这可是我们的金疙瘩呀！哎呀，赶紧走啊！快点快点，走！海边别墅不是梦。杨姨呀，杨姨呀，停下来，你好，保安。你怎么回事嘛？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的去路？你都不知道我妈现在病情很严重了，救人如救火，赶紧让开，要送她去医院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干嘛呀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村呐病坏人了。病坏人？是啊。什么坏人啊？哎呦，我们村的通话被一个男人给炸走了。不会吧？哎呀，好像说有东西喷。没有啊。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是我老妈，这个是我老公，而且刚刚你也说了，是一个人把你们村的窗花给喷晕了。这个是我老妈，你觉得我老妈会是你们村的窗花吗？再说，用脑袋想一想，那些坏人得手了，肯定会想尽办法逃跑的咯。你在这里拦路，那不是耽误时间吗？哎呀，谁知道那坏人从哪里走啊？俗话有说，当上黑。那个坏人呢，可能想的就是这种办法，所以呢，我们队长说了，他说，就算你一个苍蝇，也不能让它飞出去。嘿，我们是人呐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我妈啊，那么从小到大1把屎1把尿把我们撮养长的，现在她生病了，我们想尽孝，你的在这里拦路都不让我们尽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家里面没有老人吗？你没有父母吗？啊，万一你的父母啊也生病了，也是被人家拦在这里不让送去医院，你有何感想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搞那个道德绑架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是个保安，但是呢，我也是听令行事，队长什么安排我就怎样干。你们不是说是一个男人干的吗？啊，我们现在是我跟我老公推着我老妈去啊，难道就是我们的吗？用脑袋想一想吧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再给1分钟你，如果你不让我们过的话，老公，我们只好把老妈扔在这里啊！以后老妈的生老病死，全员由交给保安负责，我们一概不理了。
啊！你说的什么道理啊？啊，她是不是你亲妈？啊，竟然说出这种话！正因为亲妈，所以我们才着急啊！你现在死活拦活了，在这里拦着不让过，行，我们也不计较了，我们把老妈扔在这里。不要搞这些，我还。不要搞到幽王，他等一下，他打 BBQ 的，你又赖上我啊！没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如果薛志不好听的话，你在这里拦，万一他 BBQ 在这里，那不是把你们穿弄脏了吗？哎呀，还叫什么叫啊？哎呀，快点快，不行！如果我老妈有三长两短，我第一个都不放过你。走，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老妈脚里啊！哎呦，怎么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又在。哎呀，打住！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坏人来了，刚来一罐敲下去了。哎呀，坏人能有这么大胆从这里逼过吗？那有没有看到小丽？没看到哦。没有看到？是啊。不可能啊，这里是我们村的唯一出路。不过呢，陌生人呢就有两三个人过了去。那陌生人过去，那你干嘛要放出去？我本来不想的，他两个年轻仔呀，推着他老妈啊，又说他妈老妈快不行了，他想扔在这里呀，特别是你的。啊，就像那个泼妇一样，那个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响个不停。我想插一句话都难了。后来我看见那个老太婆，那呼吸很微弱，我怕等下万一出事了，那我们不是很晦气吗？哎呀，说那么多，你答应没有？肯定啦，我做三十年保安了，这种事我还是懂的。你看，哎呀，达叔，你闯祸了！闯什么祸？这个男人啊，这个男人就是抓小丽的那个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他。哎呦，看不出吗？这个女人应该是他同伙吧？妈个巴的！哎呀，竟然敢骗我！哎，车上这个就是小丽，我今天刚才看见她裙那个裙子就是黑的白的那个，就是小丽，就车上这个。哎呦，哎我用啊！妈，哎呦大意了今天，哎呀上了那个八婆的当了，哎呀！你怎么做保安呢、啊？以前你做保安你都没有这么糊涂，今天怎么回事啊你？关键那个八婆哔哩吧啦了，搞得我心烦意乱了，我就哎呀，就一时大意了。不过他刚出去没多久，现在就肯定了对象，是不是？我刚才也报过警了。那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快点。